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天天捞时间锁定齐鲁泰看我幽默什么的小摩哥真是陪您拉呱。牛年第一天还是那句话，家长里短奇闻趣事赶紧拨打鱼接赞助的新闻热线0531888134，短信发送提示方式仍然在屏幕下方，大家可以像以前一样发短信出主意提意见讲笑话赢奖品，咱们一块拉了。今天是大年初一，先给大家拜个年，想必大家都是开开心心的。你想想那吃吃饺子喝杯小酒走亲串游，妈别提多滋味。哎什么事这晚上怎么着，跟我去出去一趟吧，我已经组织好了啊。组织好什么？我是组织好派局了，你晚上大排线，你看你穿的跟红包一样，你跟着我去绝对就能光赢不输。你少来这一套，你这样的，你这点出息，大过年的干点有意义的事不行吗？这很有意义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些年呀，咱这普通这个观众朋友，相信很多的亲友也是这样的，这坐在麻将桌的时间是越来越长，很多地方都形成了这样的一种风俗。以前咱也曾经播过，有很多没有自制能力的人沉迷其中，甚至于赌的是倾家荡产。要我说，这过年的时候不仅仅是扎堆喝酒凑堆打牌，应该还有一些更有意义的过法。下边我就领着大家到一个村儿来去看看人家想出来什么新点子。正月里来是新年，大年初一头一天，济南济阳的王家娃男女老少街头站，先放鞭炮庆牛年，再一个一个爬窗前，这个瞅那个看，五百围料一大片。哎，我说大爷大婶大姐大哥呀，屋里有啥西洋景，急着也来看新鲜。爆竹声声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今天是我们举国上下欢庆新春佳节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时刻，只见得一帮孩子屋中坐，几个大人坐前面，学生们早就放了假，这初一集合是为哪般？还没等记者把话问，那边村长发了言，都说新年新气象，今天啊俺们要给孩子压岁钱。是46个孩子当中，通过民主选票评选出了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还有这个三等奖呢是三名。我们的目的呢是鼓励我们本村的孩子要好好学习。原来是三好学生大评选，鼓励孩子互追赶。虽说这奖励不算多，可这里边的意义却不简单。由外边打工的从我们本村出去的子弟，然后从自己的工资里边或者是收入里边挤出来了一部分现金对于我们本村的孩子呢作为一个资助，对他们做一个鼓励。像我们在外边整天吃吃喝喝啊，或者过年回来非常冷清的打个牌呀、这是没有意义。现在我们回来之后能给孩子们捐出一点款，非常高兴，非常有意义。过去是过大年吃吃饭喝酒打牌看大山，而如今少喝酒不赌钱，把打工的钱省下来鼓励孩子当状元，这样的做法真是棒，也难怪孩子们笑开颜。经过初选、海选、外围选，评出了8个人的大名单，村里干部都在场，咱不记名投票选状元。这是我们获奖的这个名单的孩子啊，然后大家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领了奖，拿了钱，孩子们个个露笑脸。最终一等大奖也出炉，得主竟是个小不点。也不算怎么样吧。下去了。明年还有信心拿这个奖吗？有，下次再接再厉。被评上的很高兴，没选上的没红脸，一人选上一本书，回家努力细钻研，学校里头出成绩，明年冠军就是咱。这正是过年省下大派钱，鼓励孩子奔向前。孩子成才胜赌博，好事一桩众人在。既抵制了过年扎堆凑在一块赌博的陋习，而且又鼓励了孩子们的这个整党献金的劲头，这种方法小毛哥第一个赞成。